人气男团 Mirror 在2021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，组合加上个人奖项，一共连数八个奖。姜涛更加临终夺得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同埋我最喜爱的歌曲两个大奖。不过当林海峰揭晓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得主之前，有份角逐的 Anson Lau、 Eden 同埋 Ian 就轮流被玩落。恭喜晒 Anson Lau！今年好忙，今年好忙，我恭喜佢今年好忙，希望佢嚟紧呢一年一样咁忙，好唔好？唔系，我恭喜你好忙咋？唔系，我错咗，我都吓死我自己讲错都。眼见教主差啲被误导得奖，一众神徒为之震怒，纷纷喺阿 Jan 嘅社交平台度炮轰。Anson Lau 对于差啲成为关家姐 2.0 亦都话被吓死啊！我真系吓死我，系因为我相信我谂我哋任何一位听到自己个名字应该都会系好紧张，即系呆咗，即系系不能够相信，所以嗰种系完全反应唔切，即系 even 我企咗起身嘅话，我都系真定系假的，即系 我自己都犹豫咗好耐，咁所以。大家都是开玩笑的，所以 OK OK。讲到姜涛，亦都是被玩的一份子。冇嬲啊！你头先问有冇嬲？冇啊！即系因为觉得都真系成件事都好搞笑，所以系好有创意系。不过讲到献唱我最喜爱的歌曲《Dear My Friend》嘅时候，泣不成声。姜涛就话谂起故友，亦都为此道歉。系，即系唱呢只歌就因为歌名意思就系俾我朋友啊嘛，所以就。年尾可能就会想起他，所以就我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不应该在台上，我觉得没唱好这歌，这样就是不好意思。期待一月一 F 生活升到